有些事情，就算我想要自我欺骗，都做不到，因为对方的表现实在是太过于拙劣了。陈旭年三十岁生日那天在外地出差，为了给他一个惊喜，我闪现在了他酒店房间门前。开门的一瞬间，他的脸上只有一闪而过的错愕，唯独没有我突然到来的惊喜。我手里拎着一堆东西。 他未曾帮我把东西拎过去，只是一个劲儿的摸着后脑勺，重复道：“我以为是小徐过来送文件呢。”小徐是他的助理。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屋子里的东西。一束很大的满天星放在客厅的桌子上，桌上还有一个刚拆开的新款智能观影眼镜。我手里拎着的袋子里也有一款这个。 陈旭年喜欢玩游戏，收集各种科技产品。看来我和送他东西的人倒是心有灵犀了。我还没有问他，他就慌张地解释道：“公司里的同事朋友一起送的。”我先去上厕所。他慌不择路地躲进了厕所里。我坐在沙发上。今年的夏天特别的闷热，不过一会儿，外面就下起了暴雨。 我看了看袋子里提前去排队买的那款他最爱的冰淇淋蛋糕，冰袋几乎已经要融化了，蛋糕好像也坚持不了多久了。他还没有从厕所出来，就在我的耐心快被耗尽时，他终于出来了，一脸如释重负的看着我道：“都说了回去跟你和圆圆一起过，你怎么还是这样赶了过来？累着了吧？”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他继续找着话题，从袋子里将东西一一拿出来。佳音，你怎么给我包这么多的松子人手不累吗？我天，这家的巧克力冰淇淋蛋糕很难买的，你排了多久啊？这个眼镜我更……我没有再听他继续说下去了，打断他道：“东西删干净了吗？删那么久。” 我紧紧拽着旁边的沙发套，力度之大，让我的指甲都有些泛疼。这句话问出口时，感觉整个人的呼吸都不顺畅了。只是相比于我的情绪激动，他却轻描淡写的解释道：“佳音，你在说什么？什么时候你也那么多疑了？我刚刚不是和你解释了吗？那个是同事和朋友。” 我冷冷的盯着他，只觉得这样的场景实在是太荒谬了。他是那么淡定镇静的收罗着词汇来敷衍我，几乎没有什么情绪波动。我甚至宁愿他慌张一些，亦或是害怕一些都行，这样不至于让我显得那么的可笑。好像从始至终，这么多年的感情变成了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我端坐在沙发上，竭力压制着汹涌的情绪，就那么静静的听着他编，直到他再也编不下去，终于松了口，像面对一个可以倾诉的人一般，和我讲述那个女孩。他说他有多傻，说他有多么像年轻的我，说他平时的那些可爱的处事，说他有多么的爱她。 在说到他古灵精怪的会把蚊子抓起来五马分尸时，他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我没有打断他，只是胸膛那里疼得难受。他回忆的那些细节都像一道道密密麻麻的伤口绞杀着我的心脏，我一度感觉自己好像要失去呼吸了。最后，他来了一句总结性话道：“佳音。” 抱歉，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我会处理好这件事，而且他还那么年轻，不能再耽误他下去了。就这么一句话，我感觉我的耳朵里好像有一声巨大的轰鸣声。我们八年相识，六年婚姻，现如今他不是害怕我发现他精神出轨，而是害怕误了家人青春。 桌上他递给我的水还没动，我端起来泼在了他的脸上。他伸手一把抹去脸上的水渍，振振有词道：“佳音，我理解你的心情。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想的。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拿起随身背的包包，起身离开。在开门的一瞬间，我折返了回去，面对愣神的他。” 狠狠地抽了几个巴掌回去。回去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天气闷热的像个蒸笼一般。我穿着的衬衣裙子已经完全粘在了皮肤上，整个人像被从水里捞出来一般。飞机没有合适的航班，我选了最近的高铁。恍然间对上玻璃镜里的自己，才发现眼泪流得满脸都是。 真的可悲可笑啊！我的丈夫在他生日这天和我倾诉他是如何爱上另一个女人的，他就这么的笃定吃定我了吗？越想越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已经有几个陌生人探头看了过来，我受不了这样突然的关怀，顺势趴在了旁边的桌上。我不想在公众场合看起来那么的狼狈。 可是眼泪越想忍，就越忍不住。出站的时候，我趴着的地方放了两包小纸巾，是旁边的乘客递过来的。曾经说要照顾我、爱护我的人，现在却伤害我最深，连陌生人的善意都没有给到我。我将纸巾放进包包，拿出一副很大的墨镜戴在脸上，眼睛已经肿胀的不能看了。 回到家里还得伪装，我不想让女儿看到我这副模样。看吧，结婚生子后，就算是难受，都要先忍着，腾出时间和空间。叫了闺蜜李李来家里，先帮我把孩子接过去一两天。处理完所有事后，我进浴室洗了一个澡，然后在房间里坐到了深夜。我已经没有眼泪来哭了。 为什么难受的人只能是我？陈旭年凭什么那么淡然，毫无波动？脑子里闪过很多很多的画面，有这段婚姻里我的尊严是如何一点点被放到低处的，有开门那一瞬间他的那些动作，还有他和我描述他是如何爱上他的表情，我一度有些失利。 好像顷刻间，我所有的坚持都没了意义。我大概是最傻的女人，同床共枕的丈夫出轨这么久，我才后知后觉。一种巨大的窥探欲包裹着我，我想知道他和他的所有。我起身从房间的柜子里找到了陈旭年曾经的苹果手机。他是苹果发烧友，每次出了新款必买。 所以之前的旧款，他往往来不及把账号退出，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些同步的聊天记录。她是陈旭年的直系小学妹，叫宋锦书。陈旭年微信给她备注属鼠，因为同音，加上她的属相也是鼠。他们开始频繁联系的时间是在三年前，那个时候宋锦书恰逢毕业。 整日为毕业论文和实习焦虑，又正好遇到回校作为优秀毕业生分享的陈旭年，一来二去，他们就认识熟人了。我麻木的翻着那些聊天记录，一条周六的感谢对话格外引起了我的注意。年年学长，真的太谢谢你！如果没有你，今天这个论文我肯定弄不完的。 都没有来得及请你吃饭，那下次一定要让我请你吃饭，好吗？时间点让我仿佛回到了那个中午，陈旭年和我的相处。那个时候我已经怀上圆圆六七个月了，我们的新房刚刚装修好，要买家具。陈旭年说他工作忙，大部分事情都是我在处理。 装修到买家具，大多是我一个人在忙活。那段时间，我每天最少要走上万步。那个周六一大早，他就匆匆的跑了出去。我在新房里等着装修工人来把家具安装好。为了省那一点保洁费，拖着大肚子把家里打扫干净。下午，陈旭年终于赶了回来。 他面色平静地告诉我是公司临时有事，而后倦怠地在旁边的沙发上躺着。不巧的是那天停电了，我拿过旁边的传单扇子给他扇风。他睡得迷迷糊糊的，睁眼，而后亲了亲我的肚子，道：“佳音，你怎么这么好啊？”说着又拿过我手里的扇子给我扇了起来。 那时我以为是一家三口甜蜜的画面，背后竟然还有这样一段缘由。他亲吻我肚子里孩子的时候，是在畅想我们一家三口未来甜蜜的画面，还是担忧着他的小老鼠能不能顺利毕业呢？后面的信息我甚至有些快看不下去了，因为每一条对应着我的时间点，都让我觉得荒谬而可笑。 我沉浸在一家三口的幸福中时，我的丈夫的心早已偏航了。聊天记录里，他提醒他按时吃早饭，他督促他努力考证、好好实习、拿优秀毕业生。双方谁因为某个原因请对方吃饭、看电影之类的，他们好像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陈旭年对他比对我们这个家庭上心多了，他给他找工作内推，帮他一点点地改简历，甚至到他工作后还帮他谈客户、拉大单子。他们之间有很多值得庆祝和开心的东西：升职、签单、买到了喜欢的演唱会门票，都可以互相分享庆贺。宋锦书的微信签名是。 人总是执着于第一眼认定的东西。他们的最后一条微信里，陈旭年还在劝他要勇敢地走出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宋锦书只是回他道：“我最想要的一直都不可能，就这样吧，也挺好的。”陈旭年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委托律师将离婚协议书拟定了。他只看了一眼。 并未接过去，而后是勃然大怒道：“陈佳音，有必要这样吗？我和他从没有越线，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你至于这样？”胸腔里那些压抑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我冲着他崩溃大喊道：“对啊，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你至于把我当傻子吗？我问你呀，你至于吗？是的呀。” 你们没有睡，你们就高尚的很。我夸完了，你满意了吗？佳音，你现在情绪不稳定，我不和你吵。这件事是我错，但我从始至终真的没有一件对不起你的事。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好好谈谈。他试图安抚我，手掌就要靠近我的肩膀，我厌恶的躲开。呵，呵，呵呵。 愤怒到极致，我竟笑了出来。他是那么的逻辑自洽，在他心里，即使到了现在，他都觉得他没有半分对不起我。他认为，只要他们俩没有踏出那最后一步，他们就不算出轨。他陈旭年就对得起我和孩子。我指着旁边的行李道：“我现在已经无法和你生活在一起，你先搬出去吧。” 我们尽快把手续办了，相关的财产分割，请你的律师和我的律师谈吧。佳音，你就一点都不念我们的感情吗？他愕然的看向我，震惊的问道：“陈旭年，你现在最好还期盼我念点旧情，不然你我之间就不是好聚好散那么简单了。”什么意思？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傻吗？ 你不想毁了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吧？还有你那只臭老鼠的，你有什么冲我来？陈佳音，你不要去找他发疯。看吧，他的挽回是不能涉及到他，多痴情啊！我扬手又抽了他一耳光。发疯？我他妈早疯了！怎么这么惦记记挂他，又扯着我不离婚是做什么？ 表演型人格上线了，我告诉你，陈旭年，我已经很克制了。我故意把圆圆支开。离婚协议书，你最好早点签了。你要是不签，那我也有的是办法让你签。他颓靡的坐在旁边的餐桌椅上，我和他互相对峙着，像两只绝望的手。那一刻，我在他的眼睛里看见我的样子。 是那么的狰狞，可是都不重要了。看到那些聊天记录的时候，我就已经疯了。陈旭年最终还是没有签下那份离婚协议。他拎着行李先搬了出去，说等我情绪稳定了再谈。哪怕我告诉他，我做出离婚的决定是很冷静的，他依旧是不相信。他问我：“难道不考虑圆圆了吗？”我反问他。 你做那些事的时候，有想过你父亲和丈夫的身份吗？离婚的阻碍，我想过很多，但唯独没有想过，最先帮助陈旭年的是我的父母。陈旭年搬走的第二天，我爸妈就来了。我爸在旁边抽着烟，我妈一脸担忧的开口道：“茵茵，事情我基本都了解了，这个夫妻一辈子。” 难免有人有时会走神的时候，你不能分得太清。你们毕竟那么多年的感情在，况且你已经这个岁数了，真和旭年离了，你以后怎么办？我的工作是自由职业，这两天除去送圆圆上学，大部分时候我都在躺着，总感觉很累、很疲倦，甚至到和陈旭年的撕扯都要用尽我的力气。 然而，在这个时候，作为我的家人，我的血脉至亲，我没有得到半点安慰，反而看到的是一个完全站在陈旭年那边的说客。能怎么办？没有和陈旭年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没有活下去吗？妈，我是一个成年人，我确定我确实和他过不下去了。你如果真为我好。 就不要再给我其他的心理压力了，陈佳音，你几岁了，还这么意气用事吗？你马上就快三十了，你可以不那么自私吗？圆圆才多大呀，你要让他没有爸爸吗？你就眼里容不下一丁点沙子吗？和我的年龄有什么关系？难道我快三十了，我就没有人权了吗？ 离婚以后，陈旭年是会死了吗？怎么圆圆就会没有爸爸了？我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委曲求全，你们就会给我颁奖状了吗？算了，我说不赢你，你厉害的很，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陈旭年，你都容不下，我倒要看看以后有什么样的男人能够包容你这样的性子。他拍了拍桌子。 烦躁的起身就要离开，我快步走到门口，给他们把门打开。他看到我的动作，更加气愤了。怎么了，陈佳音？你现在是要撵我和你爸爸了吗？你现在出息了？你老盯着陈旭年的问题，就没有想过你自己的问题吗？你脾气烂成这个样子，有没有想过别人也烦你？他继续攻击着我。 仿佛他今天的到来不是为了安慰一个婚姻受到伤害的女儿，而是验证一道数学题一般，在他眼里那么糟糕的女儿，所以婚姻失败是必然。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心里的失望了。对啊，你这么烂的女儿，以后会没人要。可是他就算再没人要，也还是要离婚的。 因为这么烂的人，他不需要谁要他，他自己可以要他自己。至于那么好的陈旭年，你那么欣赏他，你可以试试看他愿不愿意当你的儿子，看他还愿意认不认你们吧。我无所谓的讥讽道：“陈佳音，你在说什么话？我和你爸爸不是为了你好，我们会大老远的赶过来吗？”就在我和我妈声嘶力竭的对峙中。 我爸的烟终于抽完了，他在一旁像一个看客一般出声道：“我都说了，让你不要来。你的好女儿主意大得很，谁管得了她？她过得好坏和我们有关系吗？她就是死了，都和我们都没有关系。”这样阴阳怪气的嘲讽，这样凉薄的话，我们好像不是父女，而是有着深仇大恨的仇人。 我的情绪一下子爆发，再度被刺激的像一个疯子一般，砸了客厅的花瓶、板凳，大吼着让他们滚，仿佛就是为了见到我这副样子。我爸的情绪一下子就起来了，这就是你对你父母的态度吗？所以说，你这种人会离婚呢，你以后再嫁，估计也得被男的打死。 他越说越兴奋，我忽然冷静下来了。我越是发疯，可能他才越得意吧。我不再嘶吼，而是平静地看着他道：“爸爸，我会不会被男人打死？这不一定。但是你以后老了落我手里是一定的。你就一直这样保持这样的态度对我吧。以后我会慢慢还给你的。”他一下子就哑火了。 但还是故作凶狠道：“你以为你威胁得了我吗？我告诉你，我可是懂法的。你以后不给我养老，你看我告不告你？那就去告啊！我等着你的律师函哦。”我冷冷的反击道：“我妈这个时候又出来讲和了。”她擦了擦眼泪道：“佳音，父女之间哪有隔夜仇啊？” 你爸爸也是担心你，你不要故意气你爸爸了。我没有说气话，我在很认真地和你们说。既然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以后要依靠的人是我，那么连做到以我的利益感受为先都办不到吗？还是你们吃定了我，就算再被你们伤害都不会计较？如果当父母的不会爱护子女？ 那年老时又怎么会觉得子女会好好照顾你们呢？话到后面，我反而是越来越冷静了。你能无底线的原谅谁，谁就能无底线的伤害你。我妈生我的时候伤了身子，后面再不能生育，所以小时候我爸爸不太喜欢我，妈妈也觉得是因为我的原因才导致他没有儿子。 爸爸也不喜欢他。记忆里，爸爸和村里别的父亲不一样，他不愿意出门去打工，种地也种得很不耐烦。他说：“没有儿子，一切都是徒劳。”所以小时候我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没有买过零食，甚至时常都吃不饱、穿不暖。关于小时候特别深刻的印象。 是在经济大环境没有变好时，我经常饿着去地里刨红薯，还带着泥的红薯在河沟里随便洗一洗就啃来吃了。还有就是一到下雨天，我就拿着簸箕去河沟的缺口堵鱼虾，那是难得的荤菜。其余的记忆里是家里吵不完的架，有时候爸爸把妈妈打倒在地上，我去扶他。 他抱着我痛哭，说：“如果不是我，他早就离婚了。”再慢慢的，我劝他离婚，说我希望他离婚。结果他暴怒的抽我的耳光，问我怎么这么坏，竟然希望自己的父母离婚。日子开始变好，是有天妈妈发现我很会读书，村子里的小学，我几乎回回都是第一。再然后是镇上读初中。 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几乎每个班主任都和他说：“我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就是这样简单的话，让他一下子就燃起了斗志。爸爸不出去打工，他就出去打。他说要给我攒学费。再到后面，爸爸连地都不怎么种了，妈妈寄回来的生活费大部分也是被他花掉了的。 好在生在了好时代，我在学校靠各种奖学金和补助也能活下去。我和我那所谓的父亲之间最大的矛盾爆发在我初二的时候。那时候快要过年了，妈妈好不容易从外地赶回来，一年挣的点辛苦钱，他又拿去赌了，输了一大部分不说，还要找我妈要。我下晚自习回来的时候。 我妈正被他一拳打在地上，鼻子里都是血。他不停地拽着他的裤脚，扯着不要他走。陈正兴，你今晚上要是敢出去，我马上去买瓶农药，带着佳音一起走。多么可悲啊！即使被他这样对待，他唯一想到的方式还是通过伤害我和他的性命来换取这个男人的怜悯。 可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才不怕这个男人。这个世上总有人可以制裁他。我一把跨进房间，将门锁上。这个屋子是妈租的，村里的房子早就倒塌了。我妈说租这个房子方便我读书，其实更多的是给这个男人一个住的地方。毕竟谁会让自家读初中的女儿盯紧自己的爸爸？ 防止他赌太大，房间里有一台老式座机，我直接报了警。报警理由是家暴和赌博，和我想的差不多。我妈并未感谢我，反而又要对我动手，道：“你是畜生吗？大过年的要把你自己的爸爸送去坐牢？”对啊，你才知道吗？你们两个这样的烂人可以生出什么好东西吗？ 我还告诉你，你们下次再动手，不管是谁，我都还是会报警。说实话，你看谁家的爸妈像你们一样？我大不了把你们全部送进去，都比我现在好过。他扬手又要打我，我瞪着他，怎么？你不敢对那个批男人动手，只敢对我动手吗？他的手垂了下去，只一个劲儿地说自己命苦。 我不再听这些了，也不再试图改变他了。妈妈有她自己的功课，我帮她做不了。她后面花了些钱，又托了很多关系，终于在过年之前把她的男人弄出来。出来当天，我父亲扬言要把我腿打断。我借了同学的手机就要报警。妈妈跪在地上求我不要闹了。 并且一再和我保证，爸爸绝不会再对我动手，我才放弃了报警。只是从那以后，我爸说我是个心狠的畜生，他说这辈子绝对靠不住我。我说他说的对，说他这样的男人生来就会断子绝孙，我能活下来是国家政策好给了第二次生命。我没有乱说，小时候为了一口吃食。 我就差点几次丢了性命的，去抓鱼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水流冲走；捡废品的时候，甚至遇到过人贩子。如果不是我过早的成熟，真不一定能逃走。生在这样的家庭，能够平安长大，本身就是一种运气。而我生活的那样艰辛时，我那个所谓的爸爸可以在赌桌上。 将钱几十几百地输掉，所以在我心里从未把他当做过父亲，他只是一个让我摆脱不掉生物学关系的令人厌恶的男的罢了。我和陈旭年是在读高中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他是交了择校费进来的边缘混子，我是艰苦奋斗的小白花。偏偏开学的时候，老师把我们分成了同桌。 陈旭年的妈妈主动找到我，希望我可以监督他儿子学习。我觉得莫名其妙，礼貌告诉他，我只是他儿子的普通同学。这一幕被陈旭年看见了，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当场将他妈妈轰走了，然后居高临下的望着我道：“好好学生陈佳音，你不会觉得会读书就很厉害吧？” 我冲他翻了个白眼，连交流都不想和他交流。很快就会根据成绩排名来换座位，我会马上换掉这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同桌。陈旭年长着一张知音慢客的校草脸，和他做同桌挺麻烦的，每天都有人给他递东西，或是吃的喝的，或是情书。下课我是马上就躲了。 上课连地几次，真的挺打扰我的。我出于不耐烦，后面就不给地了。学生时代的人太过中二，有几个女生觉得我是因为嫉妒，喜欢陈旭年才不给地。最开始是故意在我的课本上乱写乱画，贴吧里也开始传我的黄段子。后来是在我的板凳上滴红墨水。 我扯着笑得最厉害那个女生的头发，把一整瓶红墨水倒在了她的头上。后面就是老生常谈的校园霸凌，只是我和普通的受害者不太一样。我故意在一个下午装作因为作业而迟迟没有离开教室，那三个女生在监控下对我拳打脚踢。 我谋算着监控拍清楚后，挣开他们往一楼的厕所跑去。那个厕所我在下午的时候就偷偷关掉了水龙头，这个时候绝对不可能有人。我引着他们追着我跑进厕所，然后被我提前放置的洗洁精滑倒时，拿着旁边的扫把沾着厕所里的奥利给。 一棍一棍地打在这些惹人烦的东西身上。等陈旭年气喘吁吁地赶到时，我正跌坐在地上，可怜巴巴地和警察诉说我是如何被人暴力对待的，不得已躲到了厕所。监控里把他们打我的样子拍得清清楚楚。我咬死不松口，要告他们。再加上贴吧里的黄段子，新仇旧恨一起。 通过 IP 直接找到了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三个转学，并且赔偿了我一大笔钱。事后陈旭年问我：“真的只有他们欺负你吗？”“怎么，你要做侦探了？”我嘲讽道。在他吃瘪时，继续讥讽道：“不过你做什么都和我没关系，但是做人至少应该有个准则，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吧。” 出乎意料的是，陈旭年那个时候没有选择和我针锋相对，而是语气不自然地道：“抱歉，陈佳音，因为我的原因，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其实不在意他是否有歉意，只是他开始变得有点不一样了。会帮我做值日卫生，我当着几门课的课代表。” 他会抢在我之前帮我把作业抱去办公室，又会在老师看完后帮我抱回来。甚至因为我之前和那三个女生的事，他们纠结了一堆校外的人想要揍我。陈旭年直接放话：谁敢动我，就是和他过不去。我是无所谓的，就算来了，无非是挣钱的路子多一些罢了。 毕竟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很缺钱，这种不安全感贯穿了我的整个青春。我时时担心着，我没法继续读下去，我没法抓稳这株救命稻草。在此之前，我还是烦陈旭年的，因为很多麻烦都是因他而起。甚至于后面我通过考试直接调到了精品班，也没和他打招呼。 那是他第一次在教学楼下堵我，失落地问我：“陈佳音，你是不是很讨厌我？”“对。”“为什么？”“你很麻烦。”“那我以后不让你麻烦，你可以试着不讨厌我吗？”我没有作答。在当时的我眼里，那里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我人生不值一提的过客。我会不停地走，不停地走。 直到走到我想要的生活。自那以后的陈旭年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他不再和社会人士厮混，并且改头换面一般的读书，甚至于在高二的时候被校领导破格分到了我们班。见面的时候，他又走到了我身边，道：“陈佳音，你甩不掉我的。”我没有多做评价。陈旭年的妈妈很是感谢我。 他固执地认为陈旭年变得爱学习都是因为我。我们又成了同桌，托陈旭年的福，我在最后的半年里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妈妈给他带东西的时候都有我一份。他说：“给你那个酷酷的同桌。”对那段日子很深刻的印象是他妈妈做的板栗鸡很好吃，还有天气热的时候。 陈旭年从家里带来的红豆冰真的很凉爽。还有一天中午停电，教室里闷热得不像样子。陈旭年早早地从家里赶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带电池的小风扇，还有一把大蒲扇。那个中午，我睡午觉睡得很香，睁开眼睛的时候，瞥见他脖子上的汗珠时，心脏漏了一拍。 后面的日子越来越紧张，各种比赛、考试接踵而至。临近报志愿的时候，陈旭年很是紧张，他一定要看我报了再选他自己的，反复的问我是不是准备读大学的时候就把他甩掉。说实话，我的人生里，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现有一个人那么的在乎我。 我和他在一起的契机是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兼职太晚，遇到暴雨，我当时为了安全没有回学校，结果就是那辆回学校的公交车侧翻了，造成了很大伤亡。我当时的手机淋雨坏了，陈旭年怎么都联系不上我，等我手机修好时。 手机都快被他和他家里的人打爆了。我永远忘不了那天，陈旭年双眼通红的抱着我：“陈佳音，你他妈的故意的是吧？你要玩死我吗？”我回报他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在发抖。他说：“他的一生从没有那么害怕过。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第一眼见你就知道你会跟我姓陈。” 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又说：“看吧，和我姓陈了，好像那个时候的那么喜欢我的陈旭年和现在的陈旭年是两个人一般。”在嫁给他的那一刻，我真的以为我们会幸福的。他家庭氛围真的很好，父母相爱，感情几十年如一日的好。我们结婚这么久，我甚至没有看到过他们吵架。 我那个时候以为，他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我和陈旭年僵持的第二个月，睡得迷迷糊糊时，突然一只手从腰间伸了过来，我吓得当场尖叫。床头的声控灯顿时亮了起来，我看见了陈旭年那张带着愧疚的脸。只停顿了那么一瞬间，他就一把将我按住：“佳音，不要。” 不要我，他毫无章法地亲了过来，我扬手就要扇过去，他紧紧地钳制着我的手，直到我一脚踹向他的下面，他才冷静下来。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因为这个和我？陈旭年，可以不要再装傻了吗？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刚生了圆圆，他几乎就已经不怎么碰我了。 相比于我们刚在一起时，他恨不得天天弄，简直是判若两人。我那个时候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去做疤痕修护，我健身美容，我变得越来越不像我自己。甚至有次听从朋友的建议，穿了助性衣物，薄薄透凉的料子挂在身上，我感觉四面八方都透风。 我想，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太过于平淡，导致他失去兴趣？可是掀开被子的瞬间，昏暗的灯光下，我竟看到了他脸上一闪而过的尴尬。我们脸上的表情都僵硬在了那里。而后看着他那张像是要上坟一般的表情时，有些生气的拽过被子，背过身子不去看他。 没有什么比丈夫毫无兴致的眼神更伤害一个女人的自尊了。那个时候，我都还在反思，觉得这种事不要强求，甚至于我还担心是不是他的身体出了问题，私下打听了好几个靠谱的男科医生。结果，当我小心翼翼和他提起时，换来的是他的勃然大怒。 他责怪我一天到晚就知道想这些事，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当时一瞬间满脸通红，脑子像放空了一般，我竟然被我的丈夫形容成了一个欲求不满的女人。后来我又说服自己，这种事情没有就没有吧，帕拉图也可以的，毕竟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结果事实的真相竟是。 我的丈夫是因为精神出轨，所以才身体对我不感兴趣。女儿被我们吵醒，小心翼翼的在门口敲门道：“妈妈怎么了？”“没事，妈妈做噩梦，梦见了脏东西了。那”“那妈妈，我今晚来陪你睡觉，我陪你，你就不害怕了。”心软的一塌糊涂，这段婚姻唯一值得的留下了我的女儿。 不用，你先回房间。妈妈怕传染，你也看到，我打发走女儿，让陈旭年马上滚。陈佳音，你一定要做那么绝吗？你想要让女儿和你一样有不幸福的童年吗？这话彻底激怒了我。陈旭年，你爱女儿，那你和你的小老鼠算什么？你要我等女儿长大后？ 给他看他爸爸和小老鼠的相识吗？佳音，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极端？人就能完全不犯错吗？他还在强词夺理，我只觉得眼前的人陌生的紧。要我报警吗？佳音，随你。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离婚的。他留下这句话，终于离开了。无论如何，陈旭年。 我说：“无论如何，你都一定会签字的。”后面的日子，我只是到宋锦书公司楼下坐了坐，陈旭年就方寸大乱。他急匆匆的跑来，一把扯住我的胳膊，就要带我离开。宋锦书连面都没有露，陈佳音还要我怎么说？人家和我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甩开他的手，抱着手臂，冷冷的看着他焦急的神色。陈旭年，你不知道我要什么？我不答应，你有什么气冲我来就行了。我不理他，径直朝电梯走去。宋锦书没有沉住气，先一步下来了。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红着眼，像受了极大的委屈一般跑开了。陈佳音。 你现在满意了？陈旭年怒不可遏的质问着我，直到电梯里出来一名工作人员道：“陈小姐，抱歉让您久等了，我们徐总很重视您这次给我们产品做的宣传，正在办公室等您。”我耸肩，拍了拍陈旭年的肩膀道：“你和你的小老鼠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 这未来见面的次数还挺多的，怎么办呢？下午谈完事情，陈旭年的微信又发了过来：“佳音，真的不关锦书的事，他还是个小孩，你不要这样给他心理压力了，他真的受不了的。心理压力？心里没有鬼，怎么会有压力呢？”陈旭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现在可还没做什么呢。 你就担心成这个样子了。我要是真做点什么，你不要后悔哦。那边不再回复我了，直到我多次出现在宋锦书公司，他自己没有忍住，把这件事和他公司里关系好的人诉说了，而后整个公司传的到处都是。他受不了同事们的指指点点，在一个深夜割腕自杀了。 彼时我正在梦乡里沉醉，冷不丁的就接到了陈旭年的电话，他的语气出奇的冷。陈佳音，我早该知道的，你怎么会放过他呢？你现在满意了？费了点精神，我才弄清楚，原来小老鼠自杀了。深夜把我吵醒，扰人清梦，真的挺惹人烦的。我怎么他了？ 是我让你们又当又做的，是我让他自己恬不知耻的，还去找人寻求理解支持，结果引起众怒的。陈佳音，你就没有一丁点的怜悯之心吗？你不就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电话霎时被挂断，我连夜开车到医院送去了离婚协议。离婚真的是伤筋动骨的事，陈旭年拖着不离。 后面虽然通过法律手段也能离，但是是真的麻烦。现在他上头，我自然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我到宋锦书住院的楼层时，陈旭年最开始以为我又要做什么，一把踢翻旁边的椅子：“你他妈有完没完？”我倒是没有和他计较，只是平静地摇了摇手里的离婚协议书。他愣了愣。 真他妈有你的，谁稀罕谁呀、啊！他接过我手里的签字笔，快速的签上了他的名字，一式两份，我小心的放进文件夹，转身爽快的离开。那天之后，我就再没见过陈旭年。再次知道他的消息，是几月后，宋锦书主动来找我，他说陈旭年的状态很差，整日喝得不省人事。 工作也辞了，他希望我去看看他。又说他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从始至终都是我误会他们了。我感觉像吞了苍蝇一样，婚都离了，还要找我扯这些，说话自然没客气道：“哇哦，宋小姐好善良，好纯洁，好无辜哦！你从始至终都没有插足过别人的感情。” 没有觊觎过有妇之夫，都是大家误解这么单纯善良的你了。陈佳音，你说话有必要这么带刺吗？对，和你那么有多年感情的人，也可以那么绝情？你这种人怎么值得人喜欢？呵，你笑什么？我没有回答，反问道：“你猜，我明明那么烦你们，为什么今天还是愿意见你？” 为什么？因为我最近灵感有点少，需要一些素材。尤其是看着你们这种奇葩，让我有一种在看人类猎奇事件一样。你真小气！我主动成全他和陈旭年，他连点素材都不愿意提供，直接走了。我的生活慢慢回归了正轨。妈妈有时候会给我和女儿寄东西。 又或是明里暗里地点我，趁着岁数还不大，可以再给圆圆找个爸爸。我很平静地告诉他：“不要干这些事了，这些可有可无的关心也没有必要了。我早就过了需要的年纪。至于他担心的养老问题，在他领我给他买的社保之前，生活费我会按时给，但是别的没了。” 说实话，如果说我们之间要谈感情，在我最需要感情的时候，他没有给到我；谈利益，就算要把我当养老工具人，那么只是也得先投资下这个工具。事实是，幸好我有先见之明，寒暑假、日常一直兼职挣钱，再加上后期写稿，不然我是没钱完成学业的。 他这些年辛苦的钱，大部分都给我那个爸爸挥霍了。他质问我这样对他，不怕我的女儿有样学样吗？我问他，我怎么对他了？减少接触就是天理不容了吗？他对他的人生毫无规划，毫无方向，以至于他人生后半辈子几乎全是我在给他兜底，养老、医疗。 全部是我攒钱给他解决的。至于圆圆，我生下他是因为爱，是因为我确认我想要一个孩子，我确认我希望这个孩子过得好。他是我的一面镜子，如果他对我不好，那对应着的我这面也有问题。妈妈，他好像永远不懂孩子最开始有多天然爱父母。我曾经是多么的依赖他。 眷恋他，可是后来太多的事让我不得不学会和他分割，让我们各自走各自的人生。我并没有限制陈旭年来看圆圆，他离婚后也依然是圆圆的爸爸。当然，前提是他在我心里算一个合格的父亲。他如果和我的父亲一般，我肯定会做这方面限制的。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下。 我乐意，圆圆可以多得到一份的爱。时间是最好的良药。陈旭年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正常。他还是没有和他的小老鼠在一起，但是他们一起吃饭，一起逛街。那个女生还每天去他住的地方给他做饭。又是一次，陈旭年接圆圆去游乐场玩。我忙完工作去接圆圆回家。 他和我攀谈了几句，说他准备创业，做汽车抵押租赁。出于他是圆圆父亲的身份，我好心提醒了下，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不太适合创业。他的脸色一下就变了，指责我道：“佳音，你知道吗？我们的感情变成这样，只有我一个人的错吗？你从来都不会鼓励我，做什么？” 你总是先想最坏的，我听不下去了，马上打断他道：“陈旭年，还要我和你说多少次？我们之间除了是圆圆父母这层关系以外，再无关系了。你创业与否，我同不同意都没有关系的。我也希望以后我们的见面，除去圆圆，不要再牵扯其他。”陈旭年是见识过陈佳音的冷漠的。 只是当这种冷漠用在他的身上，他才觉得是那样的尖锐。他忽然想起，他戳穿自己那天带来的巧克力冰淇淋蛋糕。他离开时，那蛋糕融化的一塌糊涂。他拿勺子挖来尝了尝，竟是满嘴的苦涩。他明明记得那家蛋糕店，他吃了很多年，是方圆十里最好吃的冰淇淋蛋糕店呢。 他一直还抱着一丝希望，在陈佳音允许他见圆圆时，他甚至欣喜地认为这是他给他留的最后一丝余地。可是他后面的相处和话语又再次把他打回原地。他想，陈佳音到底在拽什么？他觉得他不行，他偏要创业给他看。就这样，他拿着父母大半辈子的积蓄，一头扎进了创业大军。 后来连续半年的坏账，他其实已经开始慌了。可是对上宋锦书那双期盼的眼，他说他一定行。他说在他心里，他就没有做不到的。他又鼓足了勇气，继续砸钱进去，直到最后血本无归。外面的烂账越来越多，在后面他慌了，乱了心智。 收账的时候和朋友用了不当手段，被当作涉黑典型，判了十年。他只觉得眼前一黑，父母年过半百还在为他四处奔走。陈佳音带着圆圆来见了他最后一面，他依旧是那副样子，面对他的遭遇平静的就像是面对一个陌生人。他不再像从前一般。 事事为他考虑，为他筹谋。他想起刚毕业的时候，他陪着他面试公司，一点点和他商量着改简历。那个时候，他把他的得失看得和自己的一样重。结婚以后尤甚，他会主动帮他打理同事关系，邀请负责人的妻子吃饭、旅游。后来事业上的次次上升，每次都有他在身旁。 他们原本是最幸福的一家人，可是现在什么都没了。那一刻，他恍然惊觉，他们真的成了两条平行线。如果不是圆圆这层关系，他可能连见他都不可能。他早该知道的，他一直都是那样的决绝。他曾经花了那么多年才让他接受他，最后让他放弃他的也是他。 他在想，十七岁的陈旭年会不会怨恨三十岁的陈旭年就这么丢了陈佳音？后续的日子里，陈旭年再未见过陈佳音，只从父母那里听说一些有关他的只言片语。他后面谈恋爱结婚了，老公还是个混血儿，比他小好几岁。圆圆成长的很好，大方明媚而自信。 不读书的时候，就跟着陈佳音和她老公满世界旅游，在外人眼里是幸福的一家三口。而这一切原本都是他的。宋锦书，他最后只见了一次，当时他都快要出狱了。宋锦书突然来看他，他说：“都是因为他毁了他的生活。”他一脸迷茫，慢慢听他抱怨完。 才知道，宋锦书结婚多年后，被老公发现了他和他的这段事。他们现在一直在闹离婚。好像人做的每一件因，即使当时看不到果，也会在后续的人生里显现出来。这一刻，他无法再骗自己，当时的自己有多么无耻，还妄图把过错全部推在陈佳音身上。 好在陈佳茵完全不吃这一套，他是一个极度坦诚的人。婚姻里出现问题时，他甚至没有给他预留逃避的时间，直接开门见山的找他解决。只是越是这样，他越害怕，他害怕他发现，也害怕他不会发现。他每天都像在走钢丝，直到陈佳茵戳穿那层窗户纸，他再也逃避不了。 再然后，看着他决绝的转身。出狱以后，他想见他一面，可是连一个理由都找不到。只有再去看圆圆的时候，远远的看了那么一眼。他靠在高大的男人肩膀上，笑得灿烂。陈佳音真的是一个永远会朝前走的人。故事二。 我和周俊的婚礼正进行到交换戒指的环节，我将戒指戴在周俊手上，正等着他替我戴上戒指时，我们身后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合影。合影里的男主人公正是站在我身旁的新郎周俊，可合影里被他搂着的女孩却不是我，是他的初恋田悦。合影里的两个人笑得很甜。 台下的宾客发出惊叹声。哗！我脸上火辣辣的，侧目望着周俊。他牵住我的手，正想解释，田月身穿着一袭雪白的婚纱，款款走上台来。周俊原本牵着我的手，忽然松开了。他的目光定在田月脸上，他眼中只有她，甚至都分不出精力来关心我此刻的心情。 田月长得确实漂亮，真人比照片上的还美。她像只高傲的白天鹅，含笑望着周俊。周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选我还是选她？我的亲友们脸上是大写的懵逼，我无地自容，伸手去牵周俊，想要让他给我留点面子。他甩开我的手，走过去牵住田月的手。 深情望着他，毫不犹豫道：“月月，我选你。”我的心凉了半截。亲眼看见周俊将原本给我的戒指戴在了田月的中指上，我的亲友们气炸了，拿起桌上的鲜花往周俊和田月身上砸去。周俊将田月紧紧抱在怀里，在他耳边说道：“月月，别怕。” 一切交给我来处理，你只管美美的等着当我的新娘就行了。我哭着跑出礼堂，来到地下车库，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从一辆劳斯莱斯上走下来。他是我和周俊的老板，我们公司的总裁霍林。他看见我在哭，走过来问我：“楚宁，我正准备去喝你和周俊的喜酒，你怎么跑出来了？” 我止住哭声，声音里满是委屈。霍总，周俊他换新娘了，这婚不结了，还能临时换新娘？霍凛皱眉，随后安慰我：“楚宁，男人多的是，不行就换。”他说完，语气一顿，望着我道：“我正好缺个总裁夫人，你有兴趣吗？”我被他的话怔住。 我们老板霍林有着优越的外形条件，那张脸完美到我都不敢直视。如果他不接管家族企业，我觉得他可以靠脸和身材去混娱乐圈。我们公司私下流传着一句名言：“追星不如追霍总。”可惜没人追到过。听说霍总身价百亿，今年二十八岁，单身未婚。 我哭笑不得，霍总，您是在开玩笑吗？没开玩笑，我们等下就去领证，怎么样？霍凛说的很真，不像是在开玩笑。我带着几分赌气的意味：“好。”他靠近，抬手帮我擦掉眼泪，声音一改平时的清冷：“你将衣服换了，我带你进去喝杯喜酒。”好，你等我。我说完。 从我的车里拿了衣服去洗手间换。我妈打电话过来，她焦急问：“宁宁，你跑去哪了？我们在酒店找遍了也没找到你。”妈，你让亲友们都先回去吧，我没事。我现在和我公司霍总在一起，晚点再说。我安慰了我妈几句，挂了电话。霍岭牵着我的手。 重新走进婚礼现场，正在给宾客敬酒的周俊看到霍总牵着我的手，直接傻眼了。我们公司来喝喜酒的同事看到这一幕，也都沸腾了。田月冷哼道：“楚宁，你贱不贱？嫁不成周俊，就随便去外面牵了个男人进来，还专门来喝我和周俊的喜酒。” 你这是存心想恶心我吗？霍凛的脸冷下来，他还没说话，周俊压低声音对田月说道：“田月，别乱说话，这是我老板，霍总。”田月立马变了脸色，曲意奉承道：“原来是霍总啊，让您见笑了。其实我肚子里已经有了周俊的孩子，这三年来，周俊找我复合了三十六次。” 楚宁的存在根本就是个笑话。我听了田月的话，一口老血堵在胸口。三年求复合了三十六次，平均每个月一次。田月肚子里还有了周俊的孩子，我真是个笑话。周俊显然不知道田月怀孕了，这原本是欣喜若狂的事，不过他此刻脸色比猪肝还难看。 他捂住田月的嘴巴，声音透露出三分不悦：“悦悦，你别说了。”霍岭端起桌上的酒杯，搂着我对周俊和田月说道：“和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未来的霍太太。我和太太祝你们百年好合。”啊！我听到公司同时惊呼出声，像是吃到了惊天大瓜。周俊盯着我。 眼神似在质问我什么时候和霍总勾搭上的。我无视周俊的眼神，端起高脚杯，笑得落落大方，祝你们百年好合。周俊和田悦极不情愿地端起酒杯，和我们碰了杯。喝完这杯喜酒，霍凛牵着我的手转身离。临走前，他丢下一句：“周俊，明天开始。” 你不用来公司上班了。周俊被炒鱿鱼了，而我和霍林从婚礼现场出来后，直接去领了证。我打电话和我爸妈说了这件事，他们在电话里唠叨了我半个小时，说我太冲动了。我承认我很冲动。我对着电话里的爸妈说：“爸妈，明天我带霍林回家，再慢慢和你们解释。” 当天晚上，我搬到了霍岭三千平的别墅里住。我窝在霍岭的沙发里，打开手机来看朋友圈。我的朋友圈刷爆了今天婚礼上的闹剧。今天有不少我们公司的同事也在婚礼现场，公司内部群炸了，都在祝福我和霍岭，起哄让霍总发红包。我的生日是五月八号。 霍林让秘书给群里每个人发了五千八百八十八红包，我也领到了。周俊被踢出了内部群。我刚收完红包，霍林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水放好了，去洗个澡。”嗯，我将手机放在床头，进了浴室。热水淋在身上，我的思绪一点点变得清醒。今天发生的一切。 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我带着赌气的意味和霍林领了证，也不知道这个决定对不对。洗完澡后，我打开浴室的门，拿着吹风筒吹头发。霍林走过来，他从我手里接过吹风筒，我帮你。我今晚穿的睡裙有些小性感，他喉结滚动了一下，我任由他帮我吹着头发。 浴室的镜子映出他帮我吹头发的模样，很温柔，很有耐心。这大概就是我理想中的婚后状态。可没想到，对象居然是我老板。吹完头发后，霍凛将我抱到大理石洗漱台上，他将我额前的头发撩到耳后，对我表白道：“楚宁，你是我的理想型。其实我早就喜欢上你了。” 此前碍于你有男朋友，所以一直没有开口。啊，霍总，我有些惊讶。平时我在公司见到霍总都不敢和他多说话，我居然是他的理想型。我的话还没说完，霍岭轻身向前，搂着我的腰，他的手心很滚烫。我们感受着彼此的温度，还有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他用充满磁性的声音在我耳畔低声道：“楚宁，我们领过证了，现在应该改口叫老公了。”我呼吸一深，手攀上他的背，在他耳边轻唤道：“老公。”他吻了我，由浅到深，由温柔到霸道。我心底的火一点点被他勾起来。我的电话铃声响起来了。 铃声是我以前给周俊设的专属铃声，老公来电话了。周俊给我设的铃声则是“老婆来电话了”，现在听起来非常讽刺。霍凛松开我，显然是被电话扰乱了兴致。他声音沉了沉，接吧，接完把铃声改了。我接起周俊的电话，按了免提。 周俊在电话里头说：“楚宁，你看在我和你谈了三年的份上，帮我和霍总求求情，让他别吵我。我需要这份工作。”周俊，霍岭出声叫住周俊：“霍霍总。”周俊开始巴结起霍岭来：“我把宁宁让给您，您能不能让我继续回来上班？”“不能，你品行不端，公司不需要。” 你这样的员工，霍林将电话挂了。他帮我换了电话铃声，还顺带帮我将周俊的电话拉黑了。我感受到了他的占有欲。老公，明天我们回趟我娘家，我爸妈还没认可我们这段婚姻呢。嗯，霍林将我从洗手台上抱下来，往床上走去。我的脸红透了。 他随便一个动作都让我想入非非。他将我放在床上，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凑到我耳边哑声道：“老婆，我先去洗澡，等我。”他一句话，我忽然觉得屋里的温度升高了，有点热。我轻声应道：“嗯。”霍林洗澡时，他的电话铃声响了。我瞟了一眼来电人的名字。 林薇，我拿着电话走到浴室门口，叫霍林：“老公，你电话响了。”他正在淋浴，问我：“谁打来的？”林薇，挂了。好，我把电话挂了之后，过了一会儿，林薇又打来了。我正想再次按掉，浴室里传来霍林的声音：“老婆，你帮我接，就说。” 你是霍太太，好，我按下接听键。林薇一开口就说：“霍林，我回国了，刚下飞机，你有空来接我吗？”我自我介绍道：“你好，我是霍太太。”林薇显然很震惊：“什么？霍林一直在等我，哪来的霍太太？我老公在洗澡，他没空，你不要再打过来了。” 我说完，挂断了电话。我在回想林威的话，他说霍琳一直在等他。难不成霍琳是等的没有耐心了，所以才随便找了我结婚？正胡思乱想间，霍林穿着浴袍走了出来。刚才的电话让我难免多想。我和霍林没有交往就领证了，我对他的感情生活一无所知，有点没有安全感。 我被周俊扎过一次，很怕再次被扎。我还没问霍林主动交代，她是我大学时期的前女友，已经分手五年，不会复合。别胡思乱想。他说完，补充了一句：“我和她没睡过。”其实他可以不用汇报的这么详细，不过我听了之后，莫名觉得有种安全感。嗯。 比起素未蒙面的林威，我更愿意相信霍岭的话。毕竟我们领证了，也没有签过婚前协议，他的财产有我一半。如果他只是和林威赌气，那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霍岭将我拉到怀里，来势汹汹地吻着我。我很庆幸，以前和周俊在一起时，我一直坚持要把最珍贵的东西。 留到新婚夜，霍林有些意外，也很惊喜，是很好的体验。我们很合拍。第二日，我和他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我浑身酸软，彼此看对方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收拾了一番后，我们开车回我娘家见我爸妈。我和霍林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还没敲门。 就听到屋里传来了周俊的声音：“伯父伯母，我知道我对不起宁宁，可田月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她说，如果我丢了这份工作，就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求你们帮我在霍总面前说说好话，他肯定会给你们二老一个面子。”我按了门铃，来开门的是我爸，他用眼神指了指屋里的周俊。 一副为难的模样。我和霍林走进屋里，周俊连忙起身给霍林让座，一口一个霍总。霍林压根没拿正眼看周俊，我中指上的鸽子蛋晃了他的眼。周俊自觉无趣，和我爸妈客套了几句就走了。我和霍林在我家吃了午饭，我爸妈对霍林很满意。从我家出来后。 我们去了公司，霍林大放牵着我的手走进公司，这个举动给足了我安全感。同事们笑着朝我们打招呼：“霍总好，霍太太好。”秘书小王走过来，露出为难的表情：“霍总，林威在您办公室，赶都赶不走。您看，看到林威时，我脸上的神色怔住。他的发型。” 妆容、穿衣风格和我有几分相似，我忍不住往坏的一方面想，会不会是霍林喜欢他这种类型的，所以才说我是他的理想型？我正想出去，霍林牵住我的手，对林薇说道：“这是我太太，我们昨天领的证。如果你还想找我复合，我现在可以明确答复你，不可能。” 林威脸上的笑容僵住，他瞟见了我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霍林，这枚戒指是你替我准备的吧？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我闻言心中一紧，林威的每句话都踩在我的雷区。如果是真的，我接受不了。霍林冷冷道：“你想多了。”他说完。 用眼神示意我摘下戒指，老婆，戒指里刻有我们名字的缩写，你拿下来看看。我取下戒指来看，果然看到戒指的内圈里有刻着 “C N” 与 “H L” 这样的字母。我嘴角微扬，选择相信霍林。我对林薇说道：“林小姐，你们以前的事我不想管，如今我和霍林结婚了，希望你自重。” 林威明显被我的话气到了，他回呛：“你不过是霍氏集团的一个小职员而已，以为爬上霍凛的床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吗？我倒要看看你这霍太太的位置能够坐多久。”我回握住霍凛的手，一点都没有被他激怒，含笑道：“自然是一辈子。”霍凛当着林威的面，在我手背上亲了一下。 随后转头对门外的王秘书说道：“小王，叫保安来，将林小姐请出去。”林威，他到底还是要面子，没有等保安过来，蹬着高跟鞋离开了霍氏集团。霍凛抱着我坐在总裁办公椅上，他撩弄着我的头发。老婆，他故意模仿你的妆容和衣着，好让你误会。原来如此。 有霍林这句话，我就更放心了。你还没见过我爸妈，明天我带你回老宅见他们，确定我们婚礼的日期。好呀，我应下后，转瞬又有了新的顾虑。我和霍林领证，他爸妈好像不知道。像他们这种大家族，应该比较注重门当户对。我家条件虽也不算太差。 但和霍岭比起来，还是有着天壤之别。霍岭看出我的顾虑，他出言宽慰我：“别担心，我喜欢你，我爸妈也一定会喜欢你。”嗯，那我公公婆婆是什么性格？有些什么喜好？你和我说说，我得提前了解公公婆婆的性格喜好，好有所准备，给他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霍岭却说。 不必特意讨好他们，做我的霍太太没有那么多规矩，你随意就好。嗯嗯，我点了点头，准备从他怀里起来。那我去工作了。他按着我一顿深吻过后，才松开我。第二天，我们回到霍家老宅，没想到林威也在。 林威脸皮真是厚，提了好多从国外买回来的营养品和奢侈品送给我公公婆婆。我老远就听见他对我公公婆婆吹耳边风，那女人真有手段，让霍岭背着你们二老把证扯了。如果这么由着他，以后霍家迟早毁在他手里。我有些吃惊，因为我以前见过霍岭的爸爸妈妈。 我耐着性子，听见我婆婆语声有些不悦。林薇，我儿子和宁宁领证前打过电话给我们说明情况。我看有手段的人是你吧？林薇怔住，脸憋得通红。我公公起身送客。今天我儿子要带儿媳回来吃饭，你赶紧走，免得我儿媳看到你影响心情。 林薇颜面扫地，他转身时看到了站在远处的我和霍林。把你带来的东西原封不动拿回去，以后别来找我儿子了。我婆婆说着，将林薇带来的东西塞回他怀里。林薇脸都气绿了，提着东西从我们身旁经过。他走到霍林身边的时候，抬头看着他：“霍林，你真的放下我了吗？” 霍林冷冰冰回道：“不曾放在心上过。”林薇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我忘不了你。霍林猝不及防来了一句：“你那位六十几岁的外国老公身体如何？”我凝大了眼睛，对霍林的话很吃惊。林薇看起来也就二十五六岁，在国外嫁了六十几岁的老头，这也太重口味了吧？ 林薇不仅不觉得丢脸，语气还透着一丝得意。他去世了，我继承了他的遗产。霍凛蹙眉：“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看到你我会觉得以前是我眼瞎。”霍凛，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林薇恼羞成怒，放完狠话后转身离开。宁宁来了，快过来坐。霍老太太招呼我。 霍老爷子也起身，笑脸相迎。我走过去，挽住我婆婆的手，笑着道：“原来你们就是霍林的爸爸妈妈呀！”“嗯，没想到吧？你和阿林是缘分，天注定。我和他爸等着一天，等很久了。”我婆婆拍了拍我的手，笑容很和蔼。霍林有些意外：“爸妈，你们之前见过楚宁？” 霍林爸爸一边泡茶，一边接话道：“大前年你生日那天，我和你妈去你公司附近的那家咖啡厅等你下班。你妈妈想吃那家咖啡馆的冰山熔岩，店员说最后一份已经被人买走了。是宁宁将她买的那份冰山熔岩让给了你妈。我回忆那天的事，没想到随手一个举动，居然还有后续。” 霍凛闻言，嘴角溢起一抹笑。他摸了摸我的头发。午饭时，氛围异常和谐。我很快融入了这个家。临走前，我婆婆送给我一个翠绿的手镯。霍凛说是霍家的传家之宝。我们的婚期也定下来了，在下月初六。我和霍凛的婚礼很隆重。 我穿着婚纱在休息间补妆的间隙，我的闺蜜沈如走进来，将她的手机递给我。宁宁，周俊找你，我已经拉黑他了，他找了别的手机打过来，好像有急事。我接起电话，问他：“周俊，你又想干什么？”周俊在电话那头很着急：“宁宁，你能不能借一百万给我？” 我有急用，不能。我毫不留情拒绝了周俊。我正想挂电话，周俊连忙说：“宁宁，你别挂，听我把话说完。”那你说快点。我今天很忙，我有些不耐烦。田月上次和我只是办了婚礼，还没有领证。他说，除了房子、车子，在婚前先转到他名下。 还要让我准备一百零八万彩礼，我一下哪里能拿出来那么多钱？他说：“如果我今天不把一百零八万彩礼打到他的卡里，他就去医院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我皱眉，这田月也是绝了。当时穿着婚纱抢婚的时候，不是挺嚣张吗？我知道周俊买了房子和车子后，就没什么存款了。 一百零八万，他肯定拿不出。周俊家条件还没有我家好，当时给我的彩礼勉强凑了个八万。没想到他现在遇到个狠的，开口就是一百零八万。周俊，你以前给我的八万彩礼，我等下转到你卡里。至于别的，我帮不了你。我说完挂了电话，将手机还给沈如。 随后，我用手机银行给周俊转了八万块钱过去。我刚把手机放下，我妈走了进来。我以前还没问过我妈，霍林给了我多少彩礼。刚接了周俊的电话后，我突然想问问了。我问我妈：“妈，霍林打了多少钱彩礼到你卡里？很多，让我数数多少个零。”我妈拿出手机出来。 翻开银行到账信息，他在数零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我妈数完了之后，把手机递给我看，一千三百一十四万。我瞟了一眼信息，有些吃惊，这么多，一千多万，对于霍岭来说虽然只是九牛一毛，不过比起周俊那八万。 就显得有点多了，沈如在旁边说道：“羡慕死了，一生一世好彩头。”我想到周俊的现状，心底就一个字：爽。我还得感谢他不娶之恩呢，若不然，我又怎么能嫁给霍林？办完婚礼，我和霍林去了国外一座海岛度蜜月。没想到下飞机后，我在洗手间。 遇到了田月，我本来不想理他，他却主动和我打招呼。他看我一身大牌，提着几十万的包包，手上戴着价值上千万的钻石戒指，语气很酸：“楚宁，没想到啊，你居然因祸得福，嫁给了霍氏集团的总裁。我很后悔那天去破坏你和周俊的婚礼。” 我目光停留在她平坦的小腹上，你肚子里不是怀了周俊的孩子吗？怎么带着身孕来度假？呵，他冷笑了一下。周俊那个蠢货，真以为我怀了他的骨肉？我骗他的，我没怀。田月眼底怨恨之色，他连一百零八万彩礼都拿不出来，我凭什么嫁给他？ 凭什么忍受十月怀胎的苦，给他生孩子？看来田月把婚姻当作是一场交易，得到的利益不够，她自然不满意。我老公还在外面等我，不聊了。我洗了手之后，笑着丢下一句：“祝愿你找到一个可以给得起一百零八万彩礼的男人。”田月在我身后不甘地说道：“楚宁，好好抓牢你老公。” 他条件那么好，别妄想他会对你从一而终。我没理他。从洗手间出来后，霍岭牵住我的手，我们去取行李。路上，我和他说：“猜猜我刚才在洗手间遇到了谁？”“谁？”“田月，她没有怀周俊的孩子。”我顺带还将那天周俊给我打电话借一百万的事告诉了霍岭。 霍林表示：“老婆，说句不该说的，你以前眼光不太行。”“嗯，我承认。”我点头，看了看他。我现在眼光变好了。霍林改成搂住我的肩膀，问我：“以前怎么不追我？”我实话实说：“第一，那时候我有男朋友；第二，你是我老板，就算我没男朋友。” 应该也不会追吧。嗯，如果你没男朋友，我会追你。霍林说完，在我额头上亲了一口，让我站在一旁等他。老婆，我去拿行李。我们住的是带私人沙滩的酒店别墅，蜜月是真的很甜蜜。我穿比基尼躺在沙滩躺椅上晒太阳。老公，我们已经在酒店两天没出门了。 明天出去逛逛吧。好，霍林揽着我一起躺在双人躺椅上晒太阳。我抱着一个椰子在喝，他看着我，嘴又馋了。老婆，喂我。我把怀里的椰子递给他，他居然不要。他凑到我耳边低声说了一句悄悄话，我脸瞬间红了。最后，他成功喝到了椰汁。哎。 这蜜月真是太堕落了，不过真的很幸福。第二天，我们开车环岛兜风。我们坐热气球的时候，竟然又遇到了田悦和周俊。原来，周俊知道田悦来海岛散心后，买了第二天的航班追了过来。周俊在求田悦复合：“月月，我把房子卖了，我能给得起彩礼钱了。” 你可以和我领证了吗？我叹为观止。周俊显然已经知道了田月没有怀孕，他居然还不死心。初恋就这么刻骨铭心吗？田月揶揄道：“周俊，你就算给得起彩礼钱，我也不会和你领证了。你房子都没有，难道要我婚后和你喝西北风吗？”周俊去牵田月的手。 信誓旦旦承诺道：“我现在租的那套房子也不差，等我找到工作，存了钱，一定给你买一套更大的。”田月甩开周俊的手，满脸的嫌弃之色：“周俊，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可能陪你吃苦的。你买不起房子就别耽误我。”后面的话我没有听了。 因为我和霍林坐上了热气球，升至半空中。过了片刻，田月和周俊也坐上热气球，升了上来。我们两只热气球隔得有些远，再加上风声很大，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可以看得出来，周俊还在试图求田月复合。我收回目光，问霍林：“老公。” 初恋真有那么难忘吗？不一定。霍凛从后面搂着我的腰，将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在我耳边说道：“看人吧。”可以说一下你以前和林薇的故事吗？我忽然想听。我补充道：“老公，我不会吃醋，只是好奇。”嗯，霍凛缓缓道来：“以前读大学时，她是我学妹，是她追的我。” 我们在一起三个月就分了，连手都没拉过。噗呲！我有点不敢相信我老公这么洁身自好。那你和他分开这么久都没谈过？嗯，霍岭忽然松口了。老婆，既然你问了，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心一紧，怕他说出什么让我难以接受的秘密来。我刚进公司那年。 在人事部实习，那时候你还在 A 大上学。暑假前一周，我和人事部的同事去你们学校招过实习生生。啊，我很吃惊。霍林说的霍氏集团来大招聘的事，我还有点印象。但是因为当时我还在念大二，所以没去填资料。那时候我对你算是一见钟情吧。 你后面毕业之后之所以收到霍氏集团的面试邀请，也是我让人事部发的。我心底百感交集。刚进入霍氏集团时，我还单身呢。如果那时候霍岭就追我，我们现在玩都会跑了吧？那你怎么不追我？那时候我刚上任总裁的位置，一来忙得焦头烂额，二来…… 如果追公司新职员，在公司影响不好，所以当时我打算先等等，等你在公司适应了之后，等我这边将总裁的位置坐稳了之后再追你。没想到，等我准备鼓起勇气和你表白时，从秘书小王口中得知你已经有男朋友了。我把对你的喜欢深深藏在心底。 这么多年没找女朋友，也是因为还没放下你，老公。我眼眶湿润，转过头去抱住他。这一次，我主动仰头献吻。被一个人暗恋这么多年，如今他是我老公，这种感觉太幸福了。就在我和霍林吻得难舍难分时，身后传来一道爆炸声，轰！ 我被吓得下意识躲进霍凛怀里，他安慰我：“别怕。”我回过头去，看见空中另外一只热气球化作火焰，急速朝地下坠去。我惊叫出声：“是田悦和周俊做的那只热气球！”嗯，霍凛的脸色也很沉重，他紧紧拥着我，我浑身都在抖，这是对死亡的恐惧。 我和霍林从热气球上下来的时候，警察来了。田月和周俊浑身重度烧伤，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为何会这样？我和霍林作为目击者，被带去当地的警察局录口供。从警察局出来时，我和霍林去了医院。周俊还没到医院，人已经没了。 田月撑到了医院，最后也没抢救过来。我和霍林怀着沉重无比的心情回到了酒店。我们没有了度假的心思，商议后决定提前结束蜜月。霍林在屋里给秘书打电话，让他改签机票。我一个人走到酒店的私人沙滩上透气。我有点还没缓过神来，哪怕是陌生人。 发生今天那种事，也会在我心里留下阴影。我心有余悸。如果今天爆炸的是我和霍林做的热气球，死的人就是我们。天已经暗下来，我走到沙滩边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林威，你怎么在这？我以为自己看错了。林威朝我走来，精致的面庞露出狰狞之色。 楚宁，你一定没想到吧？这座海岛是我的产业。什么？我往后退去，心底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今天的热气球爆炸会不会是人为？结合在警察局做口供时，警察问的问题，极有这个可能。林威，你是不是在热气球上做了手脚？林威冷笑道：“可惜死的。” 不是你和霍林，你们要感谢田悦和周俊那两个替死鬼，上错了本该你们上的热气球。你疯了吗？我震惊不已。林薇到底拥有多少资产，才敢这么无法无天？我感应到危险，连忙转身拔腿往别墅跑去。林薇冷声命令道：“将他抓起来！”他的话刚落音。 四个身穿黑衣的保镖从暗处冲出来，试图抓住我。霍林，我叫着霍林的名字。霍林从别墅里跑出来，冲向我。林威的保镖抓住我，用匕首抵住我的脖子：“别动！”保镖用我威胁霍林。霍林怕他们伤我，不敢硬来。林威走上前来，他捏住我的脸，冷笑道。 我原本打算等我继承了我亡夫的的财产，就回去追霍林。没想到竟被你捷足先登，楚宁，你算什么东西？你也配？林威，霍林打断林威的话：“以你如今的身价，想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没有？何必执着于我？你不懂，你是第一个让我心动的人，别的那些小野狗怎么能和你比？” 林威眼底的深情变成狠戾。不过，既然你已经变心了，就算我得到你也没意思了。他说话间，一台直升飞机从远处飞过来，盘旋在私人沙滩上。你们不是来度蜜月吗？我给你们送一份蜜月大礼。林威对四位保镖使了个眼色，他们不知从哪里提了几桶油来。 他们将我和霍林绑在一起，随后将油淋在我们四周，形成一个圆圈。我和霍林在圆圈里，修火光被点燃，但一时还烧不到我们。我看见林威转身上了直升飞机，直升飞机飞到半空中盘旋，林威坐在上面，居高临下欣赏着这一幕。很好，得不到就毁掉。 这份蜜月礼物，你们可还满意？林威笑出声来。老婆，别怕。霍岭出奇镇定，他低声安慰我：“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刚才在屋里报了警。”我吃惊：“你知道是林威干的？在警察局录口供时就猜到了。我暗示过警察，他已经被盯上，逃不掉的。”霍岭的话刚落音。 警察冲进来，将火扑灭，救了我们。林薇的直升飞机还没飞远，就被拦截逼停。林薇被抓起来了，虽然还没审判，不过我估计他要将牢底坐穿。有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不能触碰底线。他继承的那些财产还没来得及花，就没命花了。 田月和周俊的家人得到了一笔很丰富的赔偿。后来，我在周俊的小号里看到他出事那日写下的话。他说：“最后一次向田月求复合，如果他还是践踏他的真心，他会带他去另外一个世界。”这一点，我从警方得到了证实。周俊那日私藏了易燃物上去，那日热气球爆炸。 除了林威之外，他自己也加一把火。这件事被封锁了消息，没有几个人知道内幕。外人以为是旅途中的意外。我和霍岭度蜜月回来后，生活渐渐回归正轨。霍氏集团越做越大。三年后，我和霍岭升级当了爸爸妈妈，一人手里抱一个。男孩取名霍泽，女孩叫霍田。 我和霍林感情越来越深，日子蜜里调油。我公公婆婆对我视如己出，没有豪门纷争，没有婆媳不和，也不用担心老公出轨。孩子出生一年后，交给公公婆婆，还有保姆育儿嫂带，我则回到霍氏集团，与霍林一起打理公司。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霍林买了一座岛屿送给我，岛屿以我的名字命名——楚宁岛。闲暇之余，我们一家人偶尔会抽空去岛上度假。我和霍林躺在躺椅上喝椰汁晒太阳，泽泽和甜甜在沙滩上撒丫子跑，公公和婆婆拿出手机追在他们身后拍照。霍林问我：“老婆。” 想不想学潜水？我教你。我点头，想。我和霍林穿着专业的潜水设备，牵手朝深海里游去。我们在绮丽的深海里遇见一对接吻鱼。听说情侣在深海里看见接吻鱼，会一直幸福下去。